天是立院新会期的第一天。法院的最新消息，美猪美牛今天要来立院做专案报告。立法院第十届第二会期正式开议。民之国人之初，这个会期人民最关心的，瘦金猪肉、健保财务缺口、劳保年金改革、防疫及振兴。行政院长和官员到立法院报告，我会强力监督，捍卫民众权益。都说因为时空环境的改变，明知国人大量食用猪肉，却还要让台湾人民吃瘦肉精猪肉。这个会期我仍系在卫环委员会，也顺利担任招委。所以现在由蒋万安委员跟陈怡委员当选本会第十届第二会期召集委员。本日议程已进行完毕，现在散会。我是蒋万安，你的权益，我来守护。